我们看第十一题，我们来求这个值，这个已知啊，这是二分之一嘛，然后这个可以把它化成多少呢？化成 cosine 180减20，就等于负的 cosine 20度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可以用那个倍角公式来画它，这现在是负二分之一啊，那这是。cosine 20度嘛，cosine 40度，cosine 80度。然后我现在这里把它插一个呢，sin 20度，它再除以 sin 20度，把它插一个 sin 20度。好啊，这可以用什么呢？用那倍角公式把它收起来。收起来以后就变成那个 sin 40度了。当然前面有个二分之一啊，它 sin 40度跟 cosine 40度又可以收起来，变成80度，前面再乘一个二分之一。那80度 sin 80度跟 cosine 80度又收起来，前面再加个二分之一，就变成160。那 sin 160跟 sin 20是一样的，所以可以约分。也就是说，像我们这样收几次呢？这是负二分之一现在乘以多少？我每收一次的话就要乘以二分之一嘛，因为这个是等于二分之一倍的 sin 40度，我每收一次的话就要乘以二分之一。好，那 sin 40度乘以 cos 40度的话，变成了二分之一倍的那个 cos 80度。所以再乘一个二分之一然后再来这样子的话，就是这样收几次呢？收一次嘛，两次，收三次嘛，所以三次方，cosine sin 160，除以多少呢？除以 sin 20，sin 160跟 sin 20事实上一样的。这是 sin 180减2嘛，减 20，sin 180减20就 sin 20，这可以约掉。所以这答案等于多少呢？这是二分之一的五次方，所以32，所以是32分之负一。这我再给它解详细一点，就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一倍的，sin 40度的。然后这个再乘以这个的话，又变成多少呢？又变成了二分之一倍的 sin 80度嘛。那这个跟这个相乘，又乘了 sin 二分之一倍的 sin 160度了。所以多出几个二分之一多出了三个二分之一。多出三个呢，我这里的话所以多出三个，这样多一个，所以应该是二分之一倍，二分之一的三次方而已，这是三次方啦，那这样是四次方的话，二的四次方16，所以应该是16分之负一啊，总共一个二分之一，两个二分之一，三个二分之一，四个二分之一嘛。二分之一的四次方，前面有个负，所以负16分之一才对。